是降低的，你现在利用八十五年修改的方式，把原本的 N 级市全部改为现在你们所谓的55+2，这对这些老兵是极度的不公平，也是政府摆明要把这些当初用很低薪为国保家卫国的这些老兵们的一种否定，也是对他们过去的付出完全的否定。军职人员退伍薪资俸禄的计算，包含照顾中低阶军事官。什么叫做中低阶啊？我想到一句话，古时候讲过，肥高官瘦小吏。你们退伍会、国防部，你们都是我们老大哥或我的学弟，你们还能够忍受这种耻辱，在那边继续为政府当政府的走狗，你们居然变成掮客，居然当做政府与退伍军人之间的掮客，你不觉得可耻吗？退伍会早没什么荣誉了。那接下来进行发言的代表是国防大学中共军事。